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这一次元宵音乐晚会的演出人员，舞蹈演员，演出人员，同时也是大运会的志愿者。我们希望能为大运会出一份力。这次演出呢，我们结合了中国舞、现代舞、还有流行舞、还有街舞、还有 locking。这次晚会呢，我觉得非常的精彩。看点呢，我是在今年成都最大的网红打卡地看，当当当当，双子塔踩着的是我们的交子公园的湖水，晚上呢会是一台非常五光十色的视听盛宴，会有很多炫酷的一些大屏效果和灯光效果，而且今天晚上最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成都的歌手张杰会为我们献上非常好听的歌曲，保证是大家这一段时间刷屏没有看到过的。更多新闻请下载神鸟资讯 APP， 神鸟资讯，求证新闻真相。